这创作过一度好堂的客家歌曲的作词人杨振涛，是咱今年过生的，时年55岁。有名的歌曲《一骑单杆》就是杨振涛写词的，也得过为是一笔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。万吉桥才前一集，2年前是速度未起先啊，今年还是认真铺平过生的，大家都要运用扮演技。一丝一记写出客人敬爱的精神，做村人用尽头写个一记单杆。按当年来太家贫穷，还以为第三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，创作出这条歌界下即将成为谁？伊是吉罗西就做个主角诶，不装适合我们时代下诶。哦，俺讲伊是诶高中时代啦，高中时代啊。俺后生伊就会写出俺好诶歌词。文采东浦街中镜头，民国70、80年代开始，从业客家词曲进入创作。今年高级白本乐团爱卡乐翻唱的经典情歌《再回头美男》，都是自称客家歌手洪志峰同杨振涛两个人，该当年头一版新的创作，才看出两个人的好感情。哎，广东亚洲国法还会当感动，广东亚洲国法还有大量善意，有当多当多当多的特别的水量哦。大量祖国是大量的搬家，挑战搬家。一边饮酒，一边讲故事，一种印象故事。这种相片，身为对此好朋友的亲密经验，公布人刘金同金木人查志辉，五爷是老几个下，用镜头见见面卡老牛嘞。无名到今六爷都听到其专家的消息，老朋友知道了后都懂唔判断。阿妹，我老请一位妹带进几个，一天咪老易判，希望得几行财神的时间。来判个系无相当嘅案件，做了一两张嘢就过审，一个按有采访嘅人，得两个歌词方面，很多的印象嘅人做按有过审，我想大家会知道怎么判的。从今后一十年落地土客家字幕，按当年来很开始从作开始。刘金刚连忙加个好朋友，托贵爸外托今年会期判一场音乐会，除了黑板上加个心愿，你本了解按住蔡琴个创作人加个作品是得传唱落去。客家新闻，其中最牛一篇台北报道。